今天我叔卖鹅，然后来这边帮他赶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车啊已经在准备了。这是我婶婶哈，然后现在我要去对面走喽。这个小溪还是比较浅，大家看一下，好浅的小溪。这个地方就稍微深一点，这个地方，走个两步，然后就浅。这里有一根竹子，刚好赶鹅用的。然后在这边啊，我叔跟我婶他们去上面赶去了，赶到这边来，然后等我从这里把鹅赶上去，然后装车。今年行情不好啊，这我叔去年亏了不少钱，这一批鹅又要亏钱。大家也知道，现在这个疫情没有完全过去，所以养殖行业今年还是要谨慎。这好多市场都没有打开，没有完全打开。今年本来我们也想养鹅的，然后看到今年这个行情，还是算了。鹅马上过来了，我已经听到声音了，我在这边守着，防止鹅游下去。然后我们要把鹅从这个地方赶上去。没有，鹅已经到了。这条小溪啊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边冲凉的，然后长大了，这条小溪啊，说实话，这条小溪也受到污染了，以前是我们全村的饮用水。鹅已经过来了，有1000多只鹅。这一批鹅我叔养了好久的，因为行情一直不怎么好，我叔一直没有卖，然后拖到现在。这个行情还没有好转，然后不得已把它们处理掉。现在这个鹅已经长到了将近有10斤，大的有10来斤了，养的时间比较长。这一批，我的任务就是守在这边，防止鹅往下面游。养的全是大白鹅，都赶过来了，然后这个鹅都在这边。四处打转，我在这边等着，等我叔发号施令，他要我干嘛就干嘛了。这是赶鹅上岸了，上岸喽！他们开始上车了，我们接着赶，赶鹅喽！这鹅打出来的，这些鹅比较小，他们不要。这一个筐子啊，装5只鹅。现在鹅都赶好了，我差不多也要回家了。这个鹅已经装在筐子里面上车了，回家了。现在天也黑了。